今天呢，和大家要讲述的是回马枪的问题。那么众所周知，回马枪就是在不经意的时候，突然向后一挑，将敌人呢就挑在了马下，就叫回马枪。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了解啊，首先是如何才会形成一个回马枪的战术。首先，第一啊。我们呢还是要遵循这个势不得和势不要，这个量学能够走到今天，我们始终坚持着势不得和势不要，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一，不得代客理财，不做资金的奴隶；第二，不得借钱炒股，要做市场的主人；三，不得收费荐股，不要走歪门邪道；四，不得贬低他人，任何人都是老师。凡本集训班全体学员保证做到四不要：一，凡涨停预报不能达到前10名者，不要实盘，因为你连涨停预报都不行的话，那你实盘一定亏钱。三二，茉莉炒股中不能达到前10名者，也不要实盘。啊，三凡分集训课程中分析讲及的股票，不要实盘。也就是说，那没有不符合，你就是跟股，这个呢没有看懂，也不要实盘。是，凡实盘操作中发现成绩下降了，不要实盘。比如说，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突然发现我的成绩在下降，这个时候就要停止实盘，来总结一下自己。啊，新学员务必做到空仓无我，静心学习，吸收量学的精华，严禁实盘跟股。那么，过往案例分析绝非未来的预期。首先，回马枪的定义。首先，我们要从第一，从量和价上面来看，它依托大阳和涨停板的基础，突然向下打压，缩量三一和二一，哎，这是量和价的啊，哎，量和价，量价合一。二，阴阳不破大阳或涨停板的基础，突然向上拉升，收涨停板或大阳。三，真假。大阳或涨停板的左侧需要稳固，打压有靠山，不会跌破这个靠山。四、虚实，向下打压的关键架柱要有底，打压时不慌乱，凶狠而有节制。第五、位置，向下打压是处于关键的位置，它藏在强阻力位或过风的主升段期间。好，这是它的一个定义。大家来看这个票，哎，突然之间呢，你们看啊，它的金阶左侧稳不稳固？这个票稳不稳固啊？下面稳不稳固？金阶非常的稳固。好，一二三，那么来了一个涨停板，这个涨停板呢，是不是处于过风的地方啊？先看一下第一个涨停板。处不处于过左峰的地方？处于过左峰，那么突然向下打压，你看向下打压，哎，打压时呢，哎，它凶狠，哎，注意啊，它是一个非常凶狠，它有没有破靠山呀？凶狠而有节制，凶狠打压，不破这个大阳，向上突然拉升。你看到没有？它突然第二天是一个零号跳空，这就是回马枪，能听懂了没有？哎，你发现呢？它的第二天，哎，你看它没有破涨停板，大阳为基柱，凶狠打压而又节制，第二天突然跳空向上，这就是回马枪。好，回马枪以后呢？你看这是不是阴回马呀？这个是不是阴回马？哎，它又是回马枪，回马枪之后又是个阳回马，所以这一段属于阴阳回马枪。你看，凶狠打压有没有破涨停板？大家把这一段看好，这两个凶狠打压有没有破涨停板？对吧？它没有破掉涨停板。好，这个接着下来呢，又来了一个啊，长阴短柱缩量三一，接着长阴短柱再缩三一。好，说完三一以后呢，
在这个地方啊，没有出现的什么？注意，这个地方出现的是一个，注意啊，那么他没有立即回马枪，他是不是做了一个王牌注？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做了一个王牌？他突然啊，他在这里呢就没有立即回马枪，他就做成了一个王牌注。哎，王牌注成立之后，站稳了什么？大阴十里平衡线。站稳了大阴十里平衡线之后，又是一个涨停板。那么你们看，一二三四五六，是不是在回马枪之列？在不在回马枪之列？哎，它呢又在回马枪的之列。对，当然在这个下方的时候注意一点啊，这叫阴阳回马枪，在这里除了之后有一个阳改阴，然后这里做成了一个王牌柱，站稳了。大阴十里平衡线涨停板，好，那么到了这里以后呢，大家看啊，这里呢就又出现了阴阳回马枪，你看凶狠打压破不破靠山？这个地方凶狠打压不破靠山，第二天一个阴阳回马枪，好，那么接着呢，回马枪之后呢，它处于在过风的阶段，它就凶狠打压，接着下来，你们看接着下来了。哎，好，这是涨停板基因，接着上攻消化，是不是上攻消化了？消化以后，以最近的高量柱大阴的实顶，它有没有站稳？哎，以这个大阴的实顶呢，还没有站稳的情况下，那么接着呢，它就会往下吸筹，再打。好，打到这里来，你们看，打到这里来之后，有没有个阳盖阴呢？哎，这个地方有没有个阳盖阴？这里呢就出现了我们的一个阳盛进，然后回踩不破二阳的成本，哎，你看不破二阳的成本呢，马上涨停板，涨停板以后啊，接着下来，你们看它下来的时候回踩是不破涨停板，对不对？回踩破不破涨停板，不破涨停板，然后阳盛进，阳盛进以后再次涨停，那涨停以后板后单枪，板后假阴。它又是一个回马枪，看懂了没有？大家说这一段它的回马枪做的溜不溜？这一段里它就做的非常的溜啊！这是回马枪的定义，要求和大家要把这个回马枪啊一定要记住啊，它是在过风阶段，哎，然后要记住啊，阴阳回马枪的主力一般都次日使用1.5个板，好不好？能不能听懂？就是如果它的规律形成了阴阳，第二天一定要结合阴阳回马枪。比如说我今天是涨停板，明天有可能是阴回马枪，听懂了这个意思没有？哎，不是在这个回马枪后面一定要去追涨，哎，第二天呢情况不对，你就要防止它出阴回马，先出阴回马之后，随时防止它出阳回马。啊，能听懂吧？你看，比如说这个地方啊，就要采取什么呢？你看，这是一个向上的试探，然后下来，这也是属于回马枪。哎，要注意啊，这是回马枪的定义。回马枪的时间周期，那么回马枪的时间周期观察是3、5、8天，在这个期间，我们要求它。时间越短越好，好不好？时间越短越好，超过了时间的周期，演变为其他的战法，如高量破等待王牌再操作。比如这个票，在这个左边呢，你们看这段的阴大不大？它的阴非常大。好，那么从这里下跌下来，低量柱加小背阳，这就是一个确认柱的出现。这个确认柱，第一。小背阳为试探，那么它就会形成一个刹车柱。到了这里呢，刹车柱后面有没有第二个小背阳啊？它有了第二个小背阳，再形成一条金阶，第三个小背阳出现了。那么你们看，它的底部是不是非常的扎实了？哎，它的底部就形成了非常扎实啊，扎实呢很简单，就看金阶一级、二级、三级金阶。好，
三级进阶打基础，就要有底有网有进阶啊。然后呢，来个涨停板，涨停板以后，大家看啊，往上面是单枪试探左阴，然后连阴下跌，这个连阴下跌以后啊，哎，注意了啊，是缩了一倍回踩的第三级进阶。那么，只要发现它回踩的第三级阴阶打结，阳肾进啊，阳肾进，听懂了没有？那它凶狠打完的这个阶段，大家看它有没有跌破这个涨停板？有没有跌破这个涨停板？在这个一二三四五天，有没有跌破涨停板？那这也是回马枪，注意时间，是一二三四五天。它马上阳盖阴，这个要不要阳肾进啊？那就应该阳肾进，一阳过二一，再跳空直接跟进，好不好？好不好理解？就是回马枪的时间周期，如果超过了它的周期三五八天，演变为一柱一线。好，那我要求它是越短越好，回马枪。大家一定需要在什么时间找？三到五天是最强的，好不好？三到五天就是它的三一二一位，这个能不能理解？就超过了五天以后的，比如说八天之内的回马枪，它算回马枪，但是呢，它比较弱。但超过了八天以后，它就要演变为做王牌，要形成一柱一线。哎，能听懂吧？好，这是要注意的啊，它的时间周期。那么呢，回马枪的主力习惯与操盘的策略啊，善于使用回马枪的主力是凶狠和狡猾的，狭小的空间可以做出丰厚的利润。实战中应结合主力的习惯与思维看盘，采用速战即归的策略，防止出现阴回马枪。比如，您看这个位置是二阳啊，二阳阴阳间隔筑底，对吧？箭头的位置看得懂没有？是阴阳间隔筑底，然后形成跳空不补，有一个涨停板。好，大家看这个涨停板以后，是不是一个阴回马枪？第二天是不是高开低走的阴回马？好，那么这里高开低走以后放量，接着跳空阴。它是不是没有破掉这个涨停板？哎，凶狠打压不破靠山，它没有破这个涨停板。好，零号腾空回马枪。好，你们看它在狭小的空间以内啊，就是在这两天呢，在这两天是不是既吸了筹又打压了，然后再拉停？你看它是不是在狭小的空间内在做阴阳回马枪？好，接着呢，再一个单枪试探，马上一个涨停，涨停板以后又是一个阴回马，这个阴回马枪有没有破掉涨停板？来，阴回马，来，次日涨停之后又是一个阴回马，阴回马以后是不是又是一个阳回马？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涨停板基因把它看见，你看凶狠打压在后面啊，凶狠打压不破涨停板，领号，大家看它就是一个领号，又是一个回马枪，回马枪之后再涨停，大家看这个涨停是不是百日高量？这个涨停就是高量了，就应该结合出货啊，接着跳空阴拉管星，后面呢，你们看这一段。是不是回调中继的次阳了？哎，回调中继的次阳，然后就一路向下，所以一定要注意啊，它是比较凶狠，做回马枪的主力是凶狠和狡猾的，长期没有头发，他在想啊，每天怎么折磨这个散户，哎，所以想着想着头发都白了，所以一定要注意啊，回马枪的主力突然。它就是突然两个字，突然向上，突然向下，能听懂没有？所以一定要防止阴阳回马枪。就算我们进去了以后，第二天啊，要注意
是多少个板呢？1.5啊，1.5个板。回马枪的核心，回马枪的核心是靶点，结合三射一中，回射的阶段越精准越好，时间周期越短越好。比如，你们看这个地方是个涨停板，对不对？这个涨停板以后是放了高量柱，是不是高量？高量兼梯量，常态看跌。第二天跳空阴的长阴短柱缩三一，接着呢又是长阴短柱缩三一。那么在说完以后呢，大家看啊，它破了没有？它破了我们的涨停板没有？它破了我们的涨停板。好，那么向下寻找的是不是金阶啊？向下寻找的是金阶，对不对？哎，左侧有底的金阶。那么这个是过了二一位，过了二一位以后呢，你们要注意了，结合它的时间周期。是不是在回马枪的范畴之内？哎，它的时间周期就在我们的回马枪范畴之内，对吧？一二三四，回马枪的范畴就叫时间周期。三缩一动，来，三缩一动，缩量次阳过二一，你就要防止它走回马枪。哎，防止它走回马枪。你看，第一。这个过了二一以后啊，还有很多战法结合，比如说真底战法，听懂了没有？真底，哎，低开高走就是回马枪的范畴。好，三缩量价合一，来，这是 T 缩，是不是？缩完以后是不是背啊？来，T 缩就要跟了，这个缩量次阳过了二一位的。就第二天要注意，量缩到位，回踩到位，王牌到位，哎，精准到位。你们看，回撤阶段越精准越好，它精不精准呢？你们看这里精不精准？下面两条线都是非常精准，越精准越好，时间越短越好，量缩的越大越好，好不好？哎，我们刚才讲的阴阳回马枪啊。还有一个核心，我们把上面呢回过去，这个阴阳回马枪的主力，往往哎，往往都是什么呢？它是不是放量的？阴阳回马枪，它第二天往往都是放高量，对不对？哎，你们观察一个细节和规律，涨停板后的第二天出阴回马，往往都是放量。放量以后结合次日的缩量，啊，再观察时间周期，可能出阳回马，听懂这个意思没有？哎，这是个细节啊，你看这个涨停之后是不是放了高量？是高开低走的高量，哎，这叫阴阳回马枪的规律，一个阳一个阴，那么这叫放量啊，就要防止它后面出回马枪，哎。你看，这都是一样的，是不是？好，那么我们讲的这个案例呢，它是回马枪的时间周期，注意是三缩一中选股，是三缩，就要求它破了涨停板以后回踩精准，啊，回踩精准，听懂了这个意思没有？就叫一注多精准，要有序缩量，回踩不破线，盯好临界。它随时就出回马枪，哎，把这个回马枪的核心两种能不能搞清楚？哎，你能不能把这个分清楚？一种是阴回马之后缩量的回马枪，一种是破了涨停板以后，或者是三缩一动，然后缩量越大，回踩越精准，然后时间越短的，叫关注回马枪。好吧，好，这是回马枪的核心。回马枪的回踩位置，注意了啊，踩顶。比如说，这个是涨停板的极阴次阳，这是不是一阳看，二阳直接干？来，
是一阳看直接跳空，一阳看二阳直接干。后面大家看，在这个位置，以这个涨停板二阳的位置，是上探下踩，对不对？上探下踩，然后上探下踩，是不是有了一个踩顶不破？是这个涨停板成了一个踩顶的基柱。那么这一踩顶呢，你们就注意啊，它在这里啊就是在横盘，你看上攻带量，下跌缩量，看懂了没有？哎，你把这个记住了啊。这个老出现下面的一个界面啊，踩顶啊，我先把踩顶和你讲了。好，先看这里，这里是带量上攻啊，带量上攻，这里是缩三缩一种选股带量上攻，接着又是三缩，看到没有？哎呀，这个咋回事？好，我就用鼠标算了啊。你看这个地方是带量的，然后是不是三缩呀？带量之后是三缩，然后再背量上攻，又是缩量。缩量以后呢，零号跳空，零号跳空是不是启动了？这是踩顶启动，哎，是不是踩顶？一定要结合量价合一啊，价格在这里，量柱在这里。好，踩顶零号跳空，回马枪涨停，一二三四五六七，在不在时间周期啊？来，一。二三四五六七，第八天涨停，对吧？涨停板以后呢，你们看这里连涨以后啊，缩量。好，阴回马是不是要放量啊？好，放量呢，它的时间周期一二三天，是不是踩顶啊？是踩顶，对不对？踩顶之后涨停，那么再看，它属于是阴阳回马枪的范畴，对不对？是不是阴阳回马枪？阴阳回马枪，你看它有规律，是不是有规律？涨停板的后面放了高量，然后再缩量之后涨停，接着又是一个阴回马，这是不是阴回马？这就是阴回马了啊！那这个既然破了它的顶，还看不看？既然这个庄家是踩顶，踩顶，踩顶，这个地方破了它的顶，还看不看？那这个地方就破了它的顶，所以它出现的是阴阳回马枪。你看是不是放量？阴阳回马枪，哎，它就是低开低走有大跌，那么后面它就不属于，它后面就不属于我们的什么了？因为它未过二一鬼门关，还要往下穿。好，这是讲的是回马枪的踩顶。好，我们看踩腰。哎，第一来了一个背量的涨停板，以这个背量涨停板的二一位划线，就叫踩腰。大家说它是个什么庄？强庄踩顶，金庄踩腰。一二三四，四天不破二一位，叫四天不破二一位。你看涨停，好，涨停板以后呢，它是不是又踩腰啊？你看。是不是又踩腰？接着呢，又是踩腰，哎，接着又涨停，哎，所以呢，这是一个金庄，哎，你看，这是一个金庄，金庄踩腰，脚庄呢就会踩到涨停板的底，好不好？哎，强庄踩顶，金庄踩腰，脚庄就会踩到涨停板的脚，就踩底，所以呢，后面呢就要注意了啊。阴阳不齐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地方架柱实体较小，有没有过左峰呀？有没有过掉这个虚顶？没有。这个高开低走有没有过虚顶？没有。后面呢，未过二一鬼门关，还要往下窜啊，还要往下窜，好吧？这里就是从这个地方啊就注意了，哎，我们呢。就结合它的规律来和大家讲一下。好，刚才讲过强装踩顶，金装踩腰，现在看踩底。好，再看回马枪的回踩位置，运用架柱的三一二一原理。架柱的三一二一啊，好，你们看这是不是个阴回马？
我刚才和他讲过，突然来个涨停板以后，是不是高开低走放量因注？你们要把这个规律要总结起来。阴回马，它必然是高开低走也好，低开低走会放量啊。接着呢，放量的次日观察是否缩量，跳空阴也好，它是不是缩量三阴？缩完三阴以后啊，你们看是不是踩底呀？它是不是踩着它的底？踩底，这就是一个回踩的位置，踩底，阳回马枪，阳回马枪之后呢？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又是一个阴回马？你要注意，阴阳回马枪，你看阴回马、阳回马，后面又是一个高量柱放量阴，那你看它是不是踩腰了呀？来，踩底、踩腰，又是一个回马枪，所以。我们一定注意记住啊，架住的三一二一原理，结合顶底腰，来，顶底腰和我们的时间周期，大家说，它从3天演变到2天，2天演变到1天，它是不是越来越强？哎，它的时间周期越缩越短。它越缩越短，它从2天到1天，是不是啊？那我们就要防止它后面要不要上去，是不是啊？它会越来越强，大家要注意这个观点啊。所以回马枪的回踩位置，运用架住的三一二一原理，结合顶底腰和时间的周期，哎，一定要把这个规律找全了啊。它再怎么回马，我们都不怕它啊。回马枪常见的位置。凹底上行，哎，凹底上行，左侧压力位未消化，强势股采用的边拉升边震仓洗筹的阴阳回马枪的方式波段上行。比如，你们看啊，这个票的左峰是不是在这里啊？哎，我和他讲过，这个左峰是不是会在这个位置？因为它是高开低走的假阴真阳。那么到了凹底的位置以后，我和大家讲过了啊，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庄家会到哪里去。你看，这里是刹车柱，二阳盖阴，接着是换挡，涨停板起步，涨停板起步以后连板，你们看它只要放了高量，是不是要防止阴回马枪？来，它放了高量，我们就要找规律。这个高量一放啊，哎。这个高量一放啊，我们要注意次日是否缩量。它的第二天是不是缩量了？没有破这个涨停板，但它属于是不是踩腰啊？它是不是属于踩腰？那它的属于是踩着它的腰，然后零号跳空，站稳了大阴实体回踩不破再涨停，一二三四四天。涨停板，那有了规律，这个涨停板之后，你看这个涨停板之后放了高量，这个涨停又是高开低走，大家说它有没有规律和习惯？哎，它有没有规律和习惯？你看它又放量了，所以放量以后呢，注意它次日的缩量，缩三一，缩三一等于缩量一倍，回踩涨停板的底，是不是踩底啊？踩着涨停板的底。所以呢，缩量到位，突然向上拉升，一拉升，它就是什么样了？它就是一个涨停，接着回来三一二一位，回踩涨停板的三一位，接着再涨停，涨停板以后，大家看它的目标是不是就到主峰了？这个票昂立较有，我和大家说的非常清楚了，它的目标到这里，我们应不应该走了？他的目标到达了左峰，就叫解套，波段上行到左峰出干净，哎，跟着庄家走，哎，他到了我就到了，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啊，一定要了解了。今天和大家讲的几个核心，大家要记住啊：阴回马枪，涨停板后出阴回马，阴回马枪必然是放量，
观察后面的缩量情况，好不好？同时注意时间的周期。你看，涨停板之后放量，观察后面缩三一缩三一，随时不破涨停板，不破均线出现回马枪的行为，领号就有可能出回马枪，好不好？哎，好，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踩着架住的三一二一，哎，然后呢？凹底刹车换挡加油飙升，你看到这里就是凹底上行波段结束啊，这个，哎，那么我们呢，在学习了传统理论之后啊，总认为我们这个票还要留。大家现在知不知道到左峰是我们的第一阶段目标？任何一个票，你采取就近对比的原则，就是左峰，这个左峰很关键。第一是假阴真阳，第二是缩量假跌，两个记清楚了，它就会到达我们的左峰为目标。但是凹底简单和来讲，刹车换挡加油，它才会上去啊，一定要刹车换挡加油，它才会到达左峰。所以以后大家做波段也好，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目标位，中间它可能采取拉升、震仓、洗筹，哎。然后呢？你看，拉，然后洗，再拉，再洗，再拉，然后直接上去啊！这里是凹底上行。那么过峰期间的主升浪，哎，过峰期间回马枪清洗浮筹，缩量有底是基础，阳盛确认是关键，异动跟庄是核心。对，你们把这个记住了啊，缩量有底是基础。阳盛确认是关键，异动跟庄是核心。比如这个票到这个地方是不是个左峰位？是一个左峰。好，这里突然呢刹车换挡加油，那么你们看就来了一个涨停板过左峰。这个涨停板过左峰以后是低开低走，很多同学呢在这个涨停板之后就没有更新型关注，因为。我们认为过峰了，它还会涨，对不对？过峰以后应该飙升，而它来了个什么？低开低走的长阴短柱，回探封顶线。哎，听懂了没有？哎，这是封顶线战法当中有一个啊，就叫回探封顶线，哎，腾空冲涨停。哎，这精不精准？这就叫阴回马，精准回撤。第二天来了个阳回马枪，你们看，那这个是不是阳盛叫跟庄？来一根一个板，两个板，三个板。当到这里的时候，大家看，价板量缩，是不是没有筹码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开始了打压，高开低走，放量阴柱，所以这一天就要走了。所以这是它的位置。它处于过峰期间，好不好？哎，回马枪常见的位置在有过峰期间啊，你看这就是过峰，所以把这个缩量有底是基础，阳盛确认是关键，异动跟庄是核心，哎，把这几个牢牢的记住，你就 OK 了。好，那么还有一个波段的高位，哎。波段高位阴阳回马枪有利于阶段性的出货，尤其是高量板后出现的阴阳回马枪，一般为主力阶段性的出货或短线自救的行为。好，你们看这个地方是一个倍量的涨停，然后回踩着左支右撑，哎，这个涨停板破了没有啊？一二三四五六第七天涨停，你看是不是第七天涨停？零号腾空涨停，涨停板以后呢，一字板就放了高量，放完高量，一字板再放高量。好，你们看这个地方就出来了问题了，高量的涨停板，然后是什么？高开低走的缩量，接着这个低开高走没有破涨停板为基因，所以来了个回马枪。简单来讲，你们看这个回马枪。它有没有有效过二一位？哎，这个回马枪啊，它没有有效过二一位，并且在波段的高位。
所以这里就有了一招啊，这叫侧眼，是不是眼？来，侧眼退，看到没有？侧眼退，然后呢，它呼都不呼了，直接下。那么我们叫房子啊，房子高位的阴阳回马枪，一定要注意每一个股票啊，我们要哎每一个股票啊，就要知道在哪个地方跟庄，然后注意在这样的地方，我们宁可以先出货，一二三四五六七有没有达标？来，一二三四五六七个板达标。好，那么达标以后呢，他的行为是什么？这一天主力还没有出完货，这一天的主力为什么没出完货呢？大家看，他是不是缩个三一呀？他出不了货，所以给高一点价格或给低一点的价格也就可以了。那这一天看见的这个缩量，他没有出完，所以他就拉高一点，大家看。它拉高一点价格，是不是就出完了？对，它用涨停板出货，对，这一天是踢量住了，看见没有？是不是踢量了？哎，所以呢，这一天它就利用着主力阶段出货，或它短线自救，这一天低开赶快跑，这就叫阴阳回马枪，高位的阴阳啊，就要注意了。你看后面。它就一直往下跌了，哎，所以一定要注意啊，这是波段的高位，尤其要注意。好，那么还有一个呢，主升图中，我们要做叫做主升图中啊，主升，这是一个涨停板，大家看是不是踩腰的？第一，它在过左峰的位置，出现回马枪，一二三四五，踩着它的腰，是踩腰吧？哎，缩量，你看量就是缩量，一踩腰一拧号涨停，好，涨停板以后呢，也叫回马枪，再多一个基因，板后假阴过初峰，过次峰，采取牵牛带涨，并且是踩着涨停板的顶，叫踩顶启动，来牵牛了，一牵牛板一字板。放了高量中，接着高量不破，大家注意了，什么叫主升？主升图中会出现几个信号？第一，板后假阴，注意了啊，它的基因链条板后假阴，牵牛带涨出现。第二点就会出现什么？高量不破，高量破了没有？高量不破，背量不穿，跳空不补。牛股三绝，好，这又是一个板后假阴，大家看，板后假阴牵牛了，这一牵牛呢，你们注意啊，这是一个缩量的阳盖阴牵牛，接着次日它来了一个缩量的假跌，看到没有？来，缩三一，缩三一，是不是假跌的？哎，它一假跌啊，它后面呢就开始了一个吸筹。凶狠打压，没有破涨停板。好，那么我们再看，在这一二三四五天了，这个五天之内没有回马枪，它是不是要做王牌啊？它叫做王牌。好，这是价涨量缩阳盖阴，然后呢形成一个王牌柱，踩顶的基柱，是不是基柱？现在有一个回马枪，你们看这个回马枪以后啊，它是过峰。又是板后假阴，板后假阴牵牛带涨，对吧？那这一天板不住，这个牵牛啊，大家看它是不是价板量缩啊？这个牵牛形成的是价板量缩，那说明着就要放量了。它这一天不板，你就要出，它是不是放量了？它就放量就出现了。所以我们要做叫做基因链条紧密的股票。从这里开始做，好不好？然后一直拿到，在这个地方先出后观察，哎，然后主力自救一波，哎，这是主升图中的回马枪啊，要做就要做这样的基因链条紧密。好，那么
热点板块龙头股，主升图中凶狠打压，采用回马枪的战术，结合板块的异动，参与其后的确认拉升。好，你看，这是板后假阴，找到左侧有板后假阴的个股，然后缩量假跌的个股，刹车涨停板，然后在这里呢换挡，好，小背阳大胆弄，来了以后呢，继续的涨停。好，一字板在这个地方是放量了没有？放完量，它就要打压。你看，跳空阴拉拐青，未过高量顶，接着就下来了，缩量三一，接着再缩三一，踩顶，看懂了没有？踩的涨停板的顶，然后是阳盛伏击，哎，阳盛一伏击呀，你看零号跳空过大阴市里涨停，这个涨停板以后啊，注意了啊，这叫月薪健康。和大家讲的，我在这里就和大家讲过，它是什么股票？它是这个龙头，这个跳空呢叫上行，叫过左峰了，一个板两个板，在这里打了个一字板之后，你就要注意后面要求放量的确认。你看这是不是放量了？所以一个板两个板三个板四个板，在这个地方不板就要走，怎么走？我和大家讲过，这个以后用封单减少这一招，可不可以提前在板上出货？哎，你发现这个一字板呢，它在高位缩量，然后突然之间开板的前期，它会出现右侧封板的时候不减少封单两千手，两千手，比如啊，我是打个比方两千啊。它不见得是两千啊，大封单就是大单越来越密集，在卖的时候，你要提前在板上出货，好不好？至少你要学会出一半，哎，至少你要学会先出一半，我们要赶着庄家的前面走，好不好？好，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强二波，热点板块龙头股缩量假跌凶狠。正仓洗筹，二次跟庄可采用阳盛伏击或回马枪涨停板确认以后跟庄参与主升或龙二波。好，你们看，我刚才和大家讲过，在主升浪图中要使用板后假阴，对不对？同时也是个阴回马，它凶狠打压没有破涨停板，是不是阴回马放量？第二天开盘定势不对，就出现了阳回马。好，阳回马之后一路飙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涨停，是不是百高啊？八个涨停成百高，接着缩三一，缩三一的假跌，假跌就必有增长，就不怕阳盛性，是不是阳盛了？来，这是一个阳盖阴，接着这又是一个阳盛，回踩不破。那回踩不破，回马枪，它简单来讲，在稍作调整就是一个涨停板，我们叫防止它是一个龙二波。龙二波的形态很清楚，这个涨停高位，哎，这个涨停的这个左峰是不是在这个高量？是在这种高量？是在这种高量组。第二天，它是零号跳空过左峰，这就是龙二波的形态，能听懂没有？那么我们这个一涨停呢，第二天是过左峰的零号，我们就要跟庄参与它的强二波，能不能听懂？这非常关键啊！就是这个涨停板之后，一定是这根高量柱它。敢零号跳空确认就是龙二波，啊，接着一字板，一字板要不要放量啊？放量，它是板后假阴，牵牛带涨，接着又是一个价涨量平，高位的价涨量平等于是价涨量缩，它又要放量，你看它又是一个假阴，看懂了没有？哎。它又是一个假阴，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要选择越到高位的假阴，我们就越要小心，好不好？哎，这点一定是我们的启动，从这一段看懂了没有？
抓龙二波是过这个高量的跳空，但是它这个跳空是下面一定要形成一个王牌，马上有一个回马枪涨停板确认以后，跟庄参与主升或抢二波啊，好吧？哎，一定要注意的啊，这就和大家讲的非常清楚的，哎，龙二波的形态，哎，也就是说啊，哎，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你把它了解一下，比如说这个地方能够下来，我们以这个左峰为标志，如果说二是赶过左峰的票，大家说它是什么票？那它就是龙二波的形态，好不好？哎，二是赶过左峰，就是龙二波形态，哎，这是一定要注意的啊。好，那么再看顺应大势，第一，板后高量单枪，哎，遇上先下，哎，它遇上后就要先下，顺应大盘的大势起盘，长阴短柱有底的打压，哎，你看是不是长阴短柱有底，是顺应大势长阴短柱有底打压的三缩一动。凶狠打压，未破靠山，阳肾进，看懂了没有？哎，阳肾进，进完以后呢，只要再不跌破这个阳，它就有可能出回马枪。你看啊，一二三四五六，第七天回马枪，那么这个回马枪呢，又是一根高量，我们就要注意时间周期，能不能听懂？哎。一定要注意的啊，量价合一。你看这个量跌的假不假？非常假，阳肾进，零号跳空假阴，它回踩没有破阳的实体，哎，不破阳的实体，所以就小心它出回马枪啊。所以遇上来，遇上先下，顺应大盘长阴短柱洗盘，一旦盘面好转，即出现阳回马枪，所以王志老师和我们讲，只要整个盘面能够出现多少，能够出现几十只以上的回马枪，第二天涨停趋势，你一定要关注回马枪，好吧？哎，这是就是在什么山头唱什么歌，这就叫涨停趋势，哎，顺应大势的洗盘。好，回马枪的形态预判，一般板后出现放量单枪或放量的假阴，形成探顶或假阴消化左侧压力的形态，其后出现三缩异动不破底，应结合异动看盘，关注能否阳回马枪。和大家刚才总结了，涨停板之后高开或低开的放量阴柱，你们看是不是要观察后面有没有回马枪？哎，我在这里和大家总结了啊，这个涨停板之后是放量的，对不对？在关注后面能不能回马枪？哎，你看啊，这是个涨停板。好，接着呢，接着板后单枪有序缩量，回踩有没有破掉涨停板？没有破过，它又阳回马。阳回马之后凶狠打压不破线，凶狠打压又不破涨停板，它又出个阳回马，看懂了没有？然后板后假阴，你看板后假阴有序缩量，回踩又不破涨停板，阳肾进，它又是一个涨停。那板后高量单枪有序缩量，它后面还可不可以关注？那它后面就要打阴阳回马枪，来，它是不是善用一个阴阳回马枪的主力？哎，你看板后高量单枪跳空阴缩三一，回踩只要不破涨停板。有没有可能出回马枪啊？这呢是一个案例啊，回马枪的形态预判。哎，你看这是它的形态，看到没有？然后呢，结合量柱的三缩，那这是缩了个三一，再缩一个三一，凶狠打压不破涨停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啊，好不好？哎，三缩异动结合量柱伸缩自如，控盘到位，好。所以一定要注意这几句话啊，哎，这是回马枪的形态预判，哎，叫奇性股份，大家都可以去做个作业，好不好？哎，做个作业啊，这是形态的，OK。回马枪买阴的伏击，比如这个地方往下一走是塌平衡，来在一个涨停板，
这个涨停板呢，后面你看是不是放量了阴回马？放量阴回马，好，也是一个涨停板的王牌组，也是一条精准线，缩量精准不破底，是不是不破底？好，不破底的买阴伏击，买阴以伏击，确认你就加仓。哎，次日啊，又出现了一个故事，它是不是放量？它又放量，你们看。它有没有规律啊？有没有规律？这个庄家有没有规律？涨停后面阴回马放量，涨停板后面阴回马放量。那我再结合次日缩量的情况，次日是不是缩一倍？它后面缩一倍，回踩不破涨停板，时间周期3天。它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把这个比在这里就加强了？好，这是刹车柱，这是换挡柱，零号腾空就直接上。来买阴加仓，来买阴呢就加仓了，哎，一加仓好，它第二天是零号直接板，好，接着呢梯量柱涨停，它过左风没有啊？这个梯量柱涨停未过左风，那就要注意了，减仓了。梯量柱常态看跌，我们在这个地方买阴的，是不是？是买阴伏击确认加仓，在这个地方至少你就要。全至少要控仓了，第二天的低开是不是破了21位啊？第二天是不是直接低开有21位？开盘定势直接破了21位，你就要拉拐清，好不好？这是回马枪买阴伏击啊，然后还多进行结合，刹车柱、换挡柱、回踩换挡柱、有序缩量，是不是可以买阴？零号腾空加仓三个板。你可以大部分减仓，所以做到就是 OK 了。位置定性来到左峰放梯量，那就要注意谋攻与谋逃，梯量柱常态看跌，好不好？不要单一的看价柱是个涨停板，而要看量柱。所以呢，我今天早上看到有几个同学划线，他只看位置而不看量能，从来不看量柱是梯量，这对不对？所以和你们讲过，量价合一，立体看盘。梯量柱到达了左峰，那就不对头啊！所以要量价合一，立体看盘。所以不要在左峰位去没有突破左峰位之前去买股票。然后我宁愿在回踩之后用我们教你刹车换挡。一阳看，二阳干，刹车换挡加油的时候干，好不好？哎，这才是做股票做主升浪。好，这是回马枪买阴的伏击，强势股的阴阳回马枪。那我们看一下强势封板后，尤其是引领板块上攻的个股，次日不涨反跌，出现阴回马，应结合时间周期画好攻防线，关注其后的异动，择机参与阳回马枪。涨停板，你看涨停板后面放量，我今天和大家讲的多不多？第一要点，阴回马是涨停板之后高开低走也好，低开低走之后是放量的行为，它就会出现阴回马枪的范畴。一二三四，好，到了这里以后，它凶狠打压，没有破涨停板，但是时间周期，注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它超过了时间周期，你要结合王牌的攻防，它有了王牌柱，对不对？一二三四五天它是王牌柱，所以它就又来了一个涨停板。好，这个涨停板之后，你看是不是又放量了？它又放量，那就要防止它干什么？往下打出阳回嘛。哎，好，当日的量波，你看。第一个是跳空阳，快跟上，三维正反定多空。好，我们再看第二个量波呢，是跳空阴未破底，高于零线不撤离，对不对？是不是的？哎，那么它呢，放量以后缩三一，缩三一等于缩二一，回踩攻防，这个是不是回踩的攻防啊？哎。回踩攻防，回马枪，哎，今天要把这个阴回马枪又给你讲透了。怎么叫讲透呢？板后只要放量，关注其后的缩量行为。
好吧，采取养生菌。第二，你看有规律，它就有什么？有复制，它又是放量，接着又说三一说三一，回踩不破线，它又是回马枪，听懂了没有？来，一个是高开，你看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低开，低开高走，零线跟随，正反三维定多空，它们都是正三维，看懂了没有？哎，那么它往到哪里去呢？它波段上行凹底，它是不是要到左峰去？它就要到左峰去，好不好？哎，这就是它波段上行的目标位，就是左峰。好，这是强势股的阴阳回马枪。回马枪的三个注意，回马枪形态的三个注意：一，注意缩量回踩，啊，注意。缩量精准回踩，大阳失底的回调，啊，好，这是底部精准线，板后是不是放量了？你们看这个板是不是放量了？放量要防止它往下打，缩三一，缩三一等于缩二一，对，来了底部的放量，零号腾空过二一，是不是？是不是零号缩量过了二一位，接着再跳空直接上，它属不属于回马枪啊？来，缩量精准，你看它是精准底部的精准线。好，这是第一个。第二，注意连阴缩量有底回调的股票，连阴，哎，缩量有底回调的股票。三，注意连阴回调之后跳空向上的股票，你看它往下走了之后有底，对吧？缩量是不是连续跳空啊？要注意跳空向上的股票，这三个注意能不能清楚了？哎，回马枪形态的三个注意啊！哎，你看往下打，突然向上跳空，有底。OK，三个注意啊！好，今天的课程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感谢聆听，好好学习，天天。